沙特阿拉伯甲部建旅士兵，前一段时间伊朗因为鸡蛋补贴被取消引发了抗议。其实整个中东国家民众2018年日子可能都会过得比较困难，原因无他，国家钱不够，实在是发不起补贴了。其中以沙特民众生活压力最大，石油补贴取消，油价翻番，电力和自来水费补贴取消，经测算可能电力开支就要增加3倍，再加上新开增 5% 的增值税，沙特民众生活成本可能至少要上升 150%。 国王已经表示他最关心特困群众，将设立专项补贴开展精准扶贫。在国王的关心下，民众的怨言还没传出来，王子们先不干了。据沙特当地媒体报道，1月6日当天，沙特11名王子公开到国王的王宫门口抗议收水电费，以及让他们搬出王宫，此外还要求补偿他们一位表兄弟的损失。罩住皇亲国戚，一般军警不敢出手抓捕，